打25啊。系你太犹豫啦，做得好啊 ，M K。第二个一个啊 ，M K， 行翻埋嚟啲，行翻埋嚟啲，企翻过嚟呢边啲，系冇错，靠翻呢边半场啲，我意思系，因为你个 cam 能够影到个范围有限，系啦，系可以啦。入咗两个，第三局。靓一个，第四局系咪唔犹豫好好多啊？你嗰犹豫冇用噶，你明唔明啊？挡到啊，护手，打用脚，两个，第五局，就嚟走出畫面咯 ，Dicky。繼續，病中間係得三個，第六個 Dicky 咧，你猶豫得嚟，仲有一個 大致命嘅傷啊，就係你將個病收得好近身，棘住一個身，你做唔到快速反應嘅。好，一个 Anderson 赢咗，你见唔见到啊？你个病过嗰阵时撞到自己只脚嘅，第八局。系啊，点解要咁做呢？又系专拣啲错嘅嚟做。你睇 MK 个位离身嘅，有足够嘅空位俾佢 manoeuvre， 即系喐嚟喐去。挡到噶，冇事。猜到 ，good， 两个，第九个，避到，冇事，挡到，中咗啦 ，OK， 三个，第十个。回旋刺入咗去，四个，十一个，系截咗先，你赢咗五个，十二个，仲未察觉到自己成日揾个大髀顶住自己把刀啊！冇事，冇事，冇事。Anderson 唔好咁驚，係幾好，放膽去，啱啊，做得好，但擋唔好褪，擋就企定定或者向前，係做得好，褪就唔好擋，褪就留翻你擋嗰個彈藥嚟打。入到 ，OK， 六个，十三个，
冇事。靓啊，呃晒啊，七个，十四个，哇，连赢七件啊，犀利！同埋你睇佢唔系好嘥力啊，佢打食紧路啊喺度，打 mana 点？睇啲位都准。中咗八个，十五个，系揽炒 ，OK， 留低的棋，零个，十六个。挡到，避开咗，挡到，挡到 ，good， 挡住，我中咗啦 ，OK， 一个，十七个，唔可以斋挡，斋挡冇希望啊 ，Hello。挡住了，我系，我哋系继续死唔去嘅，啊中啊，揽炒零个 ，MK 留低啦，十八个，中一个十九局，嗱 ，MK 可以改善一下咧，万一打唔中之后嗰啲 follow up， 你打得 OK 嘅，但系可以再靓仔啲，就系话每一次唔中之后点样跟进，吓、啊、唔一定要弹翻翻嚟 reset 噶，啊十九局，系两个打中手啊，我都见到二十局。好氣餒喎，的氣，你講身形你贏㗎，其實最勁係你喺呢度身形。負重能力啊，身長啊，手長啊，冚唪都你贏，腳長都你贏，唔應該係咁㗎。擋到 ，good。冇事 ，Anderson 幾好啊！喺避腳方面，可能避得貓多，擋到啊！但係進攻性唔夠咯，俾啲貓蝦得多。係啦 ，MK 盡量諗下點連擊，唔好得一炮。好多方法噶。即係總有對手好似要咁密集防守噶嘛，咁你要有辦法可以連擊或者係黐劍 whatever。好打到三個廿一個，即係唔使咁老鼠拉龜嘅。避到嘅冇事，冇事，啊中咗啦，四个同时攻防劈刺法啱啦，廿二局做得好，佢挡嘅你嗰劫噶，跟住堆落去，系啦，对住 Anderson， 你就要谂点样可以连击啦，系啦，连击唔一定好粗暴噶，可以好斯文噶，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連擊一定係大炮大炮咁，嗱喺呢啲咪靚咯，五個廿三個，
同時攻防劈刺化其中一個可以選擇做的連擊嚟㗎，又好慳力，又好安全。係中咗啦！今次你贏咗啦，一個廿四局，呢個都係同時攻防劈刺化。挡到系啦，连击成功咗两个，背封上 last round。啊，揿开咗佢，一只手唔见咗，一个膊头唔见咗。